台风夜，高雄这处骑楼好几名男子围着一名年轻人打架，不止口出恶言骂脏话，疑似多人群殴。警方接获通报，启动快打部队赶到现场。离开了，先离开，我们处理事情就好，给我们处理就好，不要在这边，好不好？这里是高雄四维四路一处夜店外，双方台风天乱斗，起因于地板湿滑。分别在四维四路饮酒后遇一聚，双方因地板湿滑导致肢体接触，产生口角，衍生肢体纠纷。被打的是18岁的林姓男子，他对29岁的陈姓男子等3人提出伤害告诉，警方也依刑法妨害秩序跟伤害罪嫌，把大人嫌犯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TVBS 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